各位来宾，总统已经抵达会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恭迎总统莅临。And now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President Tsai to say a few words. 让我们欢迎总统，今天音乐会的主人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我们新竹市陈章乾代理市长、沈慧宏前副市长、各位使节代表、高志尚董事长伉俪以及简文彬总监带领的工作团队，还有我们现场和线上的朋友，大家好。今年我们把总统府音乐会移师到新竹市来办，这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我们也特别把这一次的主题定为蜂拥。新竹市又名蜂城，因为这里的特殊的气候和地形，让冬天的风特别的强。过去几百年来，新竹人也在强劲的风中坚韧茁壮，不只克服了种种的挑战，也发挥了在地的创新的精神，把这里打造成为台湾的科技人文首都。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出生于新竹的国宝音乐家杨兆桢老师。杨老师是我们的新竹之光，他生前致力于歌曲创作、音乐教育以及客家民谣的推广。杨老师用音乐来关怀乡土，传承发扬客家文化，他的作品很优雅，也充满了浓浓的台湾气息。那么在这里除了感念我们杨老师的贡献，我也要谢谢这次音乐会的所有的演出者，谢谢各位用音乐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希望，并且努力把台湾的艺文能量在国际上发扬光大。我也要向现场许多的外国朋友说几句话。 I want to say a few words to our foreign friends who are with us today. 新竹 has always been known as the windy city. Its powerful winds have shaped the strong character and resilience of its people. In a few moments, we will take in the richly diverse sounds of Taiwan's music, composed and or performed by the people of the Windy City, so that we can get a feeling of this strong spirit of resilience. I also want to extend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our international friends for all their support during these testing times.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owards a brighter and better future. 那么过去这几年来，全球受到疫情的影响，国际情势也出现了许多的改变。台湾靠着全民的团结以及和国际友人相互扶持，才能够关关难过关关过。未来让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克服所有的挑战。最后希望大家一起享受这场丰富的音乐飨宴，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下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总统，请总统入座。今天我们的音乐会有许多国际友邦的贵宾参与，同时呢，在座也有很多新竹在地的好朋友跟乡亲们一起共襄盛举，非常的欢迎大家，也谢谢大家莅临今天的音乐会。总统、各位长官、贵宾，大家午安，欢迎莅临2022总统府音乐会。蜂拥新竹，我是主持人 Angela 卢怡君。Welcome,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to join us at 2022 Presidential Office Concert, Rising Winds. I'm Angela Lu, your MC for today's event. 今年的总统府音乐会，我们来到了新竹。新竹一向有蜂城之称，这次的主题“蜂拥新竹”，象征的是风吹云开。希望呢，今天下午借由这场融合多种新竹元素的音乐会，能带大家一览蜂城美丽的人文景色。
This year's presidential office concert is held in the famous wind city, Hsinchu. The theme, Rising Winds, symbolizes the rise of winds that clears up the sky, and through music, we hope to explore the beauty of Hsinchu together. 今天的音乐会将由指挥刘江斌以及新竹青年国乐团演奏杨兆珍等台湾作曲家的作品，带我们神游新竹的在地风情。再来则是由新竹泰雅族的欧开合唱团以及指挥彭梦贤所带领的国立客家儿童合唱团，要为我们带来直达内心深处的优美歌声。最后则是由出生于新竹的吟游诗人陈永陶展现他用音乐记录下来的生命故事，为我们带来超越族群以及世代的文化感动。Today, we will hear from Hsinchu City Youth Chinese Orchestra, led by conductor Liu Jiangbing. Also, two local choirs, the Atayo Okai Singers and National Taiwan Hakka Children's Choir, led by conductor Peng Mengxian, have prepared music that would go straight to the depths of our hearts, with interpretation of composer Yang Zhaozhen's Hsinchu-inspired pieces.And finally, local singer and songwriter Chen Yongtao will show us how he documents live stories through music that touches people's heart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generations. 这些蜂拥的故事经过历史的传承，在不同的时代注入新的生命。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些乐曲，带给大家对于土地跟人文最纯真的感动。These musical stories of rising winds that have been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finds new vitality in different eras. And today, we hope you will find the beauty of this piece of land and its people in them.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2022总统府音乐会的动人乐章。And now, let the music begin.
现场的各位嘉宾们，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泰雅族的一首情歌《思念刷一案》。这首歌它在说明的心情是喜欢，但是却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回应，这样子的心情。一起来听听看《思念刷一案》。谢谢。下一首歌同样来自泰雅族，这首歌是相聚歌，它只有短短的三句歌词，所以我们用很多很多不同的音乐形式把它组合成像是组曲一样的感觉。一起来听听看泰雅族相聚歌。Thank you.
诉你那回答那回望你那回答你那诉你那回谢谢。下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泰雅族最知名、最多人会唱的歌曲《欢乐歌》。这首歌在说的也是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大家全部相聚在一起，非常的开心的唱歌、聊天、跳舞。所以等一下，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这首歌一起摇摆、一起拍手，会唱的也一起唱，一起来听听看泰雅族《欢乐歌》。你没输了，你没有，你没输了，你没有。呀哇呀呀呀，给bekas saudara yang sombong。
atas saudara, bekas saudara kuduleak sungi. Kami cipai sama.
Thank you.
Thank you.
风平浪静。风撩阴，撩来撩去，撩阴，不得一时念受心，长日挑选。在台湾日当面，风平浪静，日头渐渐深下去，长日挑选，离开台湾两百里，风平浪静。风天风海风脚鼻长日挑选离开台湾三百米风平浪静太阳照爱洒洒夜长日挑选离开台湾四百米，风平浪静，香儿喳喳笑眯眯，长日挑选，离开台湾五百米，风平浪静。海龟当头跳太戏，哈！长日挑选，离开台湾六百米，风平浪静，水娘冲潮来潮去，长日挑选。挑选，离开台湾八百米，离开台湾五百米，钓到两尾西沙板。那风平浪静，风平浪静，长日挑选。南风撩面，三条赛苗，忙一门就鸟来鸟去，一只昂叫，天上天下啊是心，长日挑选，离开台湾八百里。欢喜，鸟儿啼。喵。有养猫的请举手。哇，还不少。放下啊 ，OK， 水陆船歌。
谁谁的山路江江弯弯，浪浪的北风吹遍树山，强强的念你江江弯弯，寒酸的路红水阳未盼，白头八公白头老朽八公 QQ 水母娘娘 QQ 天梅八公，爱我你山水强烈，我有行善人平安顺遂，江江弯弯，凉凉的南风吹遍树山，江江的湖畔江江弯弯，凉清的水路舒扬一盘，这个山路江江弯弯，凉凉的南风吹遍树山，强强的红吧江江弯弯，感情的水路舒扬一盘，下一首是我回归母语写母语歌的第一首歌，写给我祖父的，叫《头白的事情》，写的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快乐童年在新竹。什么鬼？你
叫念念阿三跳大你让你浮遍树下都莫帅天掉后子人人看到起就问马基哟马公阿三跳你东边春日跳西边土山跳用个来自莫骨跳白改事情留白你还记得吗留白改事情留白你还记得吗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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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粉你啥都是莫名天中上天老婆的一些难过爱阿三跳木水压下去去的得表要对眼你该后子一下下都没办法咱看到牛不美大论阿三跳的牛不大论表了表你表到土山跳该牛不摸了他们都搞喜欢你了养死你回头阿三跳打起拽拽快快小头慢慢的拽高小牛高一秋上木他跳跳压该你傻来搞谁该骂个东西一路一路跳白该死情你还记得吗？跳摆干事情，跳摆，你还记得吗？大家用我的把戏，真真念啥大怪赛多，我把出跳了。把那石头红硬石块，要讲看书看书的。怕个莫害金，怕个好把心动，不是小娃。该我们全人太干人在眼怕，叫个会下事。你喊你时间爱你三步脱胎，你两两大钱在。好的妹妹都被黑不好夹到出阿妹爱阿妹爱让工业工摸摆都被当作太虚下快开哈都打工嘛是不咋西咋娘娘太用手哈嘛跳摆该事情跳摆你还记得吗跳摆该事情跳摆你还记得吗跳摆该事情跳摆难记得。现场的贵宾，让我们继续的用掌声，谢谢所有的表演者，歌手、音乐家 （singer and musician） 陈永桃。新竹青年国乐团新竹 City Youth Chinese Orchestra 以及指挥 Conductor 刘江斌再来让我们
们谢谢国立客家儿童合唱团 National Taiwan Hakka Children's Choir 以及指挥 Conductor 彭孟贤。谢谢欧开合唱团 The Okai Singers 叶孝恩、巴塔、叶维珍以及冯汉廷。再次给谢谢所有的表演者一个热烈的掌声，鞠躬。同时呢，我们也要非常的感谢今天音乐会的编曲家。We also like to give special thanks to the arrangers of today's pieces. 谢谢刘胜贤老师以及朱云松老师。再次的谢谢。时间过得非常快，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段表演了。这是由所有的表演者他们共同合作，带来一段特别的组曲，要献给每一位爱好音乐的朋友，为今天这个美好的午后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And now for today's final piece, which is a special group effort by all the performers, dedicated to all music lovers out there. Let's now put our hands together for the final piece. 再一次的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Thank you.
要碰一个狗摸住你的哈哈牛背哈强强力力你们水草高要下谷阿婆竹跳下打吊子跳婆一个个摸住你你沙沟老山树哈哈嘻嘻土黑泥工长长亮亮大俺都在师傅比不比不满意打主意要后比哥哥摸住你你祝妈落彩夜纷纷依依祝啊爽不当祝太呀呱呱呱呱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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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